各位观众好，我是廖天琪，今天我有幸跟杨华美信女士在一起座谈一下。杨华美信女士呢，她其实是在台湾工作，她曾经是这个民进党的外交部的主任，现在呢，她担任台湾的民主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同时呢，也是国际自由妇女联盟的副主席，同时是彭明敏文教基金会的常务董事。杨华美信女士曾经留学美国，同时呢在那边参与了很多的这个社会运动和妇运。那么我想现在先请教一下美信，你好。美信，你可不可以谈一谈你是比较早期的到美国去留学的，是不是？你是先到哪里去念书然后念书以后你从事了哪一些活动？小琴姐你好，我是1969年到美国留学，是到纽约。那时候就是每年我们作为一个留学生，就看到台湾的在联合国的那个地位就是非常危险，每年那个票越来越少，就是说很可能就会被赶出来。那个其实1972年台湾就退出联合国，是那个冲击很大。那作为一个留学生，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当时国民党就是一直他的口号是一个中国，那台湾中国一部分，那这个让台湾陷入一个很困难很困难的一个境界哦。那其实一个中国没错，其实是 PRC， 那其实还有一个台湾。那从此以后台湾就好像在国际上的地图上消失了。那我们在1980年代我们又看到台湾发生很多的事情，因为当时台湾是在戒严令下，那发生很多的事件，那有像美六岛事件，还有林家惨案，林义雄全家的，还有在美国发生的江南案件，那有非常多的那个争取人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还有争取建立一个反对党的人。一些有勇气的人士都被关在监狱里面。是的。那我们在海外看到这些事情心里很急，而且花写说台湾的人前赴后继的没有害怕没有恐惧的在争取自由民主，所以我们就在海外很多留学生都投入这个运动。是那个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您刚才提到1972年，事实上那个北京那一边可以说在外交上取得了这个胜利，他们成功的进入联合国代表中国，中华民国呢后来就退出了联合国。所以你经过了整个这个历史的这个过程，我想知道一下你个人那个时候的感受，你那个时候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台湾人，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那么中国大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代表中国的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中华民国的公民在美国生活，那么你那个时候的感受是怎么样？你是觉得是受到了伤害，觉得受到了一种侮辱呢？然后你就决定更加的要投入这个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有没有这种情况？没错的，就是说当时我们去美国，其实也没有想到说会再回来台湾啦。那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那虽然后来我也成为一个美国公民了，不过我想以一个美国公民来讲，任何人对于一个特别自己的母国的人权被压抑的。被压抑的情况下都会我们有很深的感受，那也想要协助帮忙。那让那一而且当时因为在台湾里面已经有非常的
活跃的那个党外运动，是当时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要让他们感觉到说海外的台湾人还是非常支持他们的。那一个就是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接这个安全理事会的职位，其实我们觉得也是没有错的啦，因为他已经占据了整个中国大陆嘛。那不过当时的错误是台湾退出了，那时候蒋介石就是汉贼不两立嘛，所以他退出，那这个退出以后就让台湾完全到今天我们还是为了这件事情在做努力。我们认为说台湾人是应该在，这是一个人权问题，是因为联合国说是一个大家庭，是那是所有人类的大家庭，那台湾人不是人吧，所以我们被排除在外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台湾退出来，如果台湾作为中华民国退出来可以，如果台湾坚持说我作为台湾留在联合国的话，那么今天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没错，所以当时你作为一个台湾人，在就是在台湾内部，我就知道台湾人在争抗，为了他们的人权，为了他们的民主的权利在争抗，那么在国际上又受到打压，真的是一种双重的一种压力。那么你自己是不是就积极的投入了在国外的这个党外的一些活动，支援岛内的这个民主化运动？没错，因为当时在特别在美国，其实全世界在欧洲也有，日本也有很多的留学生，但是我们大概因为台湾知识不自由的，在戒严令下，所以父母都希望小孩子出国，这样跟今天的中国大概一样，很多都是 送到国外。那我们就觉得说国内的这种情况，我们在国外享受的这种自由民主，我们希望来协助他们。我们觉得说我们在国内的还是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嘛，那很多人为了自由民主而牺牲，有的被杀害，有的关在牢里大概20多年10多年，都是很寻常的事情。是的，那这是一段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那民主人权是经过奋斗经过争取得来的。是，你从事了社会运动，也从事了妇女运动，那么从就是你的留学的这段时间是从7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你在哪一年的时候有就离开美国回到台湾去呢？我在美国那一段就是说先从同乡会会长做起，就是纽约同乡会，然后是1984-85，然后86-87我是当了全美国的同乡会会长，可能是第一位女性，就是第一位女性。当时我就也设立了北美洲妇女协会，那至今有30年都非常，至今非常的活跃。那后来在1986年那个民进党是成立，1987年废除戒严令，大概在1992年才把黑名单解除。那黑名单解除以后，我们在海外比较活跃的人就认为说真的要做事情，因为当时已经反对党已经成立了，那当时民进党就他们就有来要邀请我回台湾帮忙他们，因为在民进党成立以后，在欧美国家非常重视，他们也很想知道反对党的政策，特别两岸关系是的态度的那个政策是怎样，所以他们需要有人来解释，所以他们就拜托我回去。我也没想到我自己就我先生我孩子都在美国，我就自己就提着两个皮箱就回来台湾。这是事实上是个人很大个人做了很大的牺牲。你的先生是医生对不对？他是那个行医的，在纽约，而且你有两位公子，那么你就把丈夫和孩子留在纽约，自己一个人就拿着你提着你的行李箱就回到台湾去投入
投入了你的反对运动。反对运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经历。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妻子，你毅然决然地走向自己的这个政治生涯，而且你不是为了个人，你是为了这整个的这个民主的理念，还有台湾人的尊严和权利。啊，那你回去以后感觉怎么样？那个时候还并不是一帆风顺呢，是不是？当然台湾那时候还不是，其实也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啦，也没有。那特别民进党它是一个在野党，它面对的是一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一个政党，就是国民党。它有很多的资产，很多的现金，而且因为它有那么大的财力，所以它有也很多的人哦，在替国民党做事，各县市都有服务社，所以它的组织是非常的强大。所以民进党是完全没有财力，而且那时候中产阶级也不敢站出来，那大概就是中间我们就缺了很大的那个民众的那种支持。不过主要还是以理念，所以那时候的那个民进党的口号就是清廉清正爱乡土，就是要以台湾 为主要的，怎样把台湾建设好 为主要的一个想法。是啊，我们知道就是在很国民党统治的以往的这几十年中间啊，对于比如说1947年发生的这个228事件，这是一个禁忌不可以说的一个话题。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所谓的转型正义开始了，就是说这个话题又重新被人们等于是好像挖掘出来，又可以谈这个问题。因为我总是认为就是对于历史的反思是非常重要的，前面的一个政权或者是政党总是压制某一种他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不肯承认，但是由于时事的这个趋势，他必须面对现实，必须向人民交代，必须承认错误，必须赔偿受害者。那么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台湾的这个转型正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一个可以被允许公开讨论的话题？其实在党外时代，就是说1980年代哦，那时候的党外人士其实都很有勇气，那就已经的把这个228的事件已经公开拿出来讲了。80年代差不多84年的时候，那时候的好像40年的那个就已经拿出来讲228事件的问题。那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都有冒风险。当时其实所做的事情都有冒风险，不过如果没冒风险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争取到你应有的那种还原原来的那种的事实。一定要还原原来的事实，你一定要讲出来嘛。还有蒋家怎样来他们的一些政策的错误啦，还有那个一些问题，他都是有人都会谈出来。但是好玩的就是说当时就是用党外杂志，跟今天的 internet 不同，那所以那党外杂志也是偷偷的在卖，那很多人的那个书摊放在下面嘛，那就偷偷的买，那大家就去充实他们原来不知道的事情。那因为很多海外的消息还是会进来的，就是把事实给人民知道。那个很多那个写党新闻记者啊，白天写联合报中国时报，晚上就写党外杂志批评自己。所以那个就是要让人民的知识去开 awaken， 就是让他去觉醒。是的，因为一个运动你一定要让民众去了解真相，没有了解真相，你那个运动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是在社会上在开始是比较隐蔽的，慢慢的逐渐浮上水面，大家可以公开讨论。什么时候国民党公开的正式的向人民道歉了，承认他们所犯下的这个错误或者这个罪行？我记得是在李登辉时代，对，李登辉时代，那然后就有开始就有一个筹备会出来，那就看怎样来赔偿
赔偿这些228事件的遗属，还有也有公开道歉。是的，我觉得这些事情非常重要，特别是台湾的这一种面对以往的历史，就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犯下的一系列的这种错误，那么我觉得中国大陆是完全可以借鉴的，而且也应该借鉴，也必须借鉴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在1949年以后，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以后，犯下的一系列的反人类的罪行，从土改开始，什么三反五反到以后反右，不要说以后的文革，然后一直到这个1989年的天安门，这一系列的事情，共产党到今天都是遮遮掩掩，不肯这个正式的承认的。所以我认为台湾的这个转型正义这一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对于中国人反思历史。我有的时候在想，中国人不管是在台湾长大的中国人，还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中国人，我们对于中国20世纪的历史知道的太少太少了。我们只能够在学校里读到这个政府要我们允许我们知道的那么小小的一点知识。举个例子，我在台湾长大，我想你也是，美信，我们知道的就是辛亥革命成功，然后中华民国成立了，就好像一切都好，最后那个共匪窃据大陆就完了，哪里知道这个中间中国人民经过的所有的这些痛苦，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然后跟国共两党之争这种痛苦，还有这种史实我们都不知道，对，是不是？那么台湾对于中国大陆发生的一些事情知道的很少，大陆方面对于台湾自治也是非常的少，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型正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那这个你觉得这个过程，这整个的这个过程现在是逐渐已经结束了，还是还在继续呢？还有一些历史的事情其实还是有。我是陈文成基金会的董事，是，其实陈文成的事件至今是还不知道是那个加害者是谁，还是找不出来。请你稍微说一下陈文成事件，因为我想有一些听众是不知道的。当时我们像我们在海外比较活跃的人那就是变成黑名单。那因为国民党在海外的校园，他有那个有一些学生啊，他付费，他就是当写报告。那所以他们回来台湾的时候，有时候就很多人是不能回来的。就是父亲母亲过世要那个，他都不让他回来，生病严重都不让他回来。对，那个陈文成呢，就是他回来，他也没有觉得他做错事嘛，是他没有觉得这样。那回来以后，他有一天呢，就是说有人找他出去说要谈话。警察局的人是不是？但那个是不是1980年？对，80年。1980年。那去了以后就没有回来，那太太也找不到人，那隔天就在那个台大校友台大的那个图书馆旁边就发现他的尸体。那发现尸体，那国民党讲的理由是他自杀。那其实没有人会相信他是自杀，他是回来探亲了。那没有人，那他那时候是 Carnegie University 的助理教授，数学系的教授。所以他大学的那个校长，他们学校的教授也都不相信，所以美国他们就因为他在那里当教授，所以美国方面也派了学校方面也派了叫做医生来解剖的时候去看，结果看他里面其实都受伤了。所以他其实是被打到死了以后，再又从楼上把他丢下。是。所以到今天也还没有查出来。是。林家血样也还没查出来。是。不过问题是说，台湾今天已经自由会，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了解。是。好，那个谢谢美信。那个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话题是这个话题，其实可以继续谈的。我刚才。
前面一样，中国也是受共产党的教育，所以那个一些年轻人都不了解。是，那也所以当时是因为很多留学生出国，那还有很容易去挖。挖很多做以前 的一些 被 掩盖的事情，所以让一个社会运动要让人民知道真相非常的重要。是，那发现真相以后，他 才会去了解，那才了解说，哦，原来这个政府这样专制，他是完全把掩盖事实，意思是欺骗人的。是的啊，非常感谢美信，你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女性，在青年时代就投入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政治运动，这个在整个的中国历史上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台湾的民主化，台湾从一个这个国民党一党统治的一个专权的一个国家，和平的过渡到一个民主国家，现在成为世界上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站在前线民主行列前线的一个国家。那个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我想请教你的，关于社运还有妇女运动，我觉得你都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不过也许在下半段的时间，我想请教你，作为台湾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副执行长，你的工作还有你的一些理念。好，谢谢大家。